己发的自己发的自己无心中肯定这种能力累计这种定律89例，其中心型定律12人，辅助型定律75人，重症定律2人，海洋海鲜公司员工39例，海洋海鲜公司员工的接触者13例，大连湾街道的居民20例，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密接16例，传播途径全面测试的1例，所有病例均在大连市第6人民医院集中隔离治疗，目前进行稳定。新增一例本地无症状感染者，正在实行医学观察的本地无症状感染者24例，其中海洋海鲜公司的员工14例，海洋海鲜公司员工的接触者1例，大连湾街道的居民6例，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3例，有3例本地无症状感染者出院，其中海洋海鲜公司员工2例，海洋海鲜公司员工的接触者1例。